告诉你啊，我那爱美的老公最近非常担心他的发量哎。哎，不会吧？他头发看起来很浓密啊。哎呀，人过中年还是会很担心的。哎，我听到的 Jeff 说啊，其实脱发是跟荷尔蒙的问题有关哦，跟年龄应该是没有关系哎。哈，真的啊？是啊，等一下我们问问他。